第十一题，下列何种现象的原理和声音的反射无关？选项 A， 在大礼堂喊叫听到回声；选项 B， 传声筒可使声音集中向前传出；选项 C， 声呐用来探测海底深度，都是与反射有关；选项 C， 振动的音叉在水面会溅出水花，这个是因为振动的关系而与反射无关。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种现象的原理和声音的反射无关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振动的音叉在水面会溅出水花。